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一天494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魔方所推出的暗黑版柯博文。其实它这个命名的话呢，我又查了一下这个 Pete Lord， 直接去查的话呢是坑洞的主人。哎，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的这个由来是怎么回事。那我觉得这个念起来实在是太奇怪。而且我怕我翻错了啊，就会很丢脸，所以我还是叫它暗黑柯博文吧。那么这款黑色的 OP 的话呢，它是46号的异色版。先前它的原色版呢，我给它的评价呢也是很高的。那相较于原色版的一个完整，它是还有附一个货柜。那我们这一次的暗黑版本的话呢，你能看到的内容物呢也就只有这么多。当然了，还有一份说明书啊，说明书我们就不需要看了啊。那么它的人物卡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动作好看啊，然后把一些这个应该是照玩具下去拍的，然后再做一些后期的这个什么就是一些渲染什么的，那也算是拍的非常的有趣了啊。他把一些关节的一些没有接好的地方呢统统都回避掉啊，这是拍照的一个小技巧。当然这个玩具本身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那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脸破掉的头雕，当然这一期呢也不会给大家做替换的。然后还有一对烟囱啊，我是不晓得说为什么还要附一对烟囱，我觉得它原本的烟囱已经很好了，这个好像比较大比较粗，但是我已经很够用了啊，我不需要。然后领导模块啊，这个当然是塑胶的啊，那并不是金属的。那这一期的话呢，待会变形过程中再把它装上吧。那么一把能量斧啊，这个能量斧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哦，非常非常的另类。那可惜啊，这里有个小水口，这个挑个刺啊。那么另外就是大枪了。那么讲到黑色的 OP 啊，我先前数年以前都会给大家开开玩笑啊，说这个 OP 的玩具呢就像亚洲街上的这个白人的女子一样，总是引人侧目啊。那如果是黑色配色的 OP 啊，那就是乌克兰籍的美女了啊。那讲到这个乌俄战争这个事，因为之前就有人提这个事情啊，那我是觉得啊，怎么样？这个我先不说，我讲我最近的一个小故事好了啊。这个因为常常是最近这个乌俄的一个新闻比较多，然后我老妈呢啊，今年66岁吧，那一天突然看着电视啊，然后说了一句，她说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泽伦斯基长这么帅啊，为什么这个国家会不幸福呢？嗯，瞬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嗯。原来我老妈还是我一副少女心的啊，总统长这么帅，为什么这个国家会不幸福呢？这个俊男美女领导下的国家一定会幸福吗？这个很难说啊，很难说。好吧，那我们对比一下，其实也对比的差不多了，一边拍一边聊一边跟各位就讲完了。它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包后面啊，也是一样有这个可以固定两腿这个配件。那挂上货柜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啊，不过先前在做这个基础模具的时候我也吐槽过了，挂这个不是很好挂。那这个同样的一个模具呢，这个当然是可以放上去啊，只是你挂的时候就是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就不需要多提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黑色柯博文的变形啊。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拆卸下来啊，它在人形下呢是没有地方给安载的。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啊给拉开来啊，几乎就是用拉的感觉，然后两腿做个分开。接下来我们先变形这条腿啊，我们先把这个部件这一块把它往上压，你先用手把它压在这里，然后下方这个部件有个双动关节，拉下来之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连接杆，对吧？这个连接杆的话呢，我们首先利用它把这个部件给转到下方来，里面两个部件收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下方的这一块部件，这一块部件往这里搓，然后这里腾出一个空间之后，我们利用伸缩杆把它给压进去，然后等于是做一个换位啊，这个部件啊有跟轮胎跟这个油桶的内外位置是错开的，这个地方再把它给先不要打正到这里。那么呢我们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两个部件算是变形完成了，然后呢脚尖跟脚后跟翻出来，然后前后做一个翻转之后，那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看到这里有一个洞啊，它里面的话呢是有一块凸，就是那个连接杆的部分到这里，然后连接杆往内压出来，把这个凸呢给扣进这个洞，那它的位置呢就算锁定了。
最后的话才是把这个板子给放下来。如果这个板子你没有压在上面，你让它在下方的话呢，会干涉到我们这两个部件的一个替换啊。这个地方给各位稍微做个简单的小提醒啊。那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的话呢，你就是只能用强行用尼龙的韧性去掰啊，其实也不是不行，但是感觉就是还是感觉没有那么样的流畅，还是差了点意思啊。然后呢，就沿着这个缺口啊，就把它这个把它给捏紧啊。这一条腿的话呢，啊，这个地方油桶放下来，啊，就算变形完成了。那么另外一侧的也是一样的啊。首先把这个部件往上抵着，然后呢，这个部件啊，记得是这样子转啊。如果你从这边转的话呢，是转不过来的。就是当然还是一句话，你强行用塑胶的韧性呢，它还是可以，但是我是个人不建议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部件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推到这里。啊，让两侧腾出一个空间之后，大概这个位置啊，就是可以利用它的一个伸缩杆把它往内压了啊，把它给推进来。好，推进来之后的话呢，就把它给塞到小腿的那一侧。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把它推进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对，把它给扣进去，这样子就算完成了。那我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脚底板这个脚后跟跟这个鞋尖呢把它给翻出来，然后翻着180度。再来的话就是把内侧啊这两个部件翻出来，然后推到前方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并啊，这个都是朝着这个缺口处啊，像拼图一样的把它给压进去。那么两条腿的一个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卡扣在这里，把它给错开来啊，就松开了，然后这个臀部翻转180度。那么上半身的话呢，我是建议先把它全部拆开啊，这个地方推一下推一下啊，它就会连同了这个门啊什么都会开一下，这里松一下，然后这整个都会打开。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的把它往外掰一点点，没关系。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呢把这个门啊，侧面这个门你就拉着门往外面再掰一点点，这个地方呢又会再破开这个结构。然后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手啊就整个的给推到外侧去，没有关系，这里手先把它整个给翻出来。那你这样推的过程中呢，这个地方的一些锁扣呢会再跟着解开啊，把它整个给翻开来。两侧这个手打开之后啊，顺势的就把这个门呢啊不对，这个天花板啊不对，也不是天花板，车顶盖推到后方去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里头这个小部件把它给收进去，然后车轮前后反转180度，这个地方整个都给翻进来到这里。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车轮翻转前后翻转，然后里头的部件就是收进去，这里收进去，然后给转到，大概先这样子吧。我觉得有点暗啊，好像都是黑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其实关键还是在这里啦，这两个地方胸口给打开，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这个进气口翻转180度，再把这个地方翻转180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建议是先把这个部分给往上拉起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去翻转两侧的车门，这个时候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干涉的，做一个翻转。好的，然后这个地方呢，这里是一个滑槽，记得把它给压下来，后方的头呢就给抠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胸口的这个领导模块这个部分呢给压进去，这个时候呢这个胸口呢就可以盖起来了啊。那么胸口的翻转呢是在这个完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呢它才适合翻转的。那我们后方这个地方就往中间推进去，这里把它往内部啊，这样子看一下，就把它给推进来。好，推进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部件再翻转180度，然后往上这里准备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了。这个凸是放进来的，这个凸应该是这样子啊，它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这样要这样伸进去啊，顺着这个伸进去，再把它给扣上，这样子是会比较恰当啊。这里好，那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非常明确的一个位置啊，在这里好，把它给压上去。那上方也是一样的啊，都是严丝合缝的呢，把它给扣上，这个胸口啊，不对，腰部啊，就顺势把它给放下来。那这个后方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小调整啊，以及它的这个手部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地方就把它松开而已，然后就顺势的把它给打直。再把这个，其实这个这么讲好像不太对啊，因为我们这个玩具呢，你拿到的时候它是机器人的状态啊。如果说你都能够把它变成车了啊，我相信这个再把它变回机器人，应该是难不倒各位的啊。这里打开，
这主要是这个玩具都是黑色，我自己这样看画面，我看了我都觉得难受啊，是不是？好，当然这个打光的话呢，也是一个小学问。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吧，我觉得我的节目在这个光线的一个运用上，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话呢，就看到他的人形态，顺便把他的武器给装上去了。他的武器的替换的话呢，手的话，是可以是直接握住大枪啊，这个是没有问题，而且握得很紧的。那这个插管的话呢，也是比较长的啊，可以让我们的手臂呢做一个转动，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能量斧的话呢，就必须要把拳头给整个拔下来了啊。那这个能量斧的方向当然可以转动。然后弯节的紧实度呢，可以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哦。这个除了腰部这个地方呢，容易在把弯的时候去松开之外，其他的部件来讲的话，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偏紧。然后漆面的话呢，相较于等一下啊、哦，我把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当初做这个原色板，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大腿处啊，是多了这个银漆吧？这个算是魔方来讲的话，这种涂装的这个银漆感觉印象中是比较少的啊，那么包括这个口罩的部分呢，都是加了一个银漆。那当然这个只是单纯配色上的不同，那你比较喜欢这个黑色还是原色，这个也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么报应至尊吧，它的惯有的这个绿色跟黑色的组合，那一直还是比较多迷友会去喜欢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就相较于之前的模具，最大的差别还是它是一个简化版了啊，它就少了这个车厢，然后飞行背包呢也就没了啊。就是说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很必要，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玩这个 2.0 的这个模具的话呢，那你也可以挑这一款。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